大家都到位啊！啊，是咧讨论啥？民生咱这么重大，我知影啦，是咧烦恼找无松茸，唔知影要摕啥物来比赛着吧？既然甲安尼着讲啊，看是要认输，还是弃权，我绝对会当体谅，嘛会当接受。牛志远，你放心，我会甲你拼到底，绝对袂认输。既然安尼，就较笑面一挂。爱用快乐的心来煮饭，我无希望连明个裁判食到的饭有真特别的气味。什么气味？羞气的气味。今日哪会这么热？小组长。少多少？你当时回来台湾啊，无甲通知一下，我去接你啊。这阵嘛是临时决定要回来，所以无甲恁通知，真歹势。少多少？歹势是我啦。今仔日我都款待你，因为我知。其实我这阵回来，主要嘛是应志愿的请求，要来做恁比赛的裁判。原来少多少，你就是志愿表扬所讲的那位裁判。无唔对，先生，辛苦你。袂，会当见到这样子朋友，我真欢喜。志远，我要先甲大家挨杀住。先生，多少？加油！这边是你要参加比赛哦，敢捌对？多谢石董事。先叫，石董事，你身体有较好无？饭你也好。我已经过啊，多谢你。这位是沙先生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伊是我的三叔职工廖金星。哦，我是天下第一汤啊，廖金星啊，哈。叫用叫用。你是有影才通讲呢？你住在日本，你也知影我的名声哦。当然的咯，你是秀上的三叔兄，我一定都会知影。哦。啊，这位是。这位是阮个人的小妹，叫阿关。小董事你好。也是个。亚芳。啊，这位是亚芳，你早就识识。啊，不过为今日开始，伊身份无同款啊，伊是周太太啊。哦。小董事你好。真好，真好。阿强，终身成家啊吼！我今仔日有特别早结婚礼物，买来甲你祝贺。沙董事，啊，你哪会知阿强今日结婚？你问慧文啊。是我通知沙董事的。然后，阿强，这是我一点仔期望值，来，你拍开看麦。先生，你志远，我问慧文讲，阿强即摆上需要什么？伊甲我讲是马斯达克，所以我专工拜托朋友去行到附近的摊吧，去找到这马斯达克。你敢有啥物意见？先生，你的意思，我无意见。沙路上，这摊吧苏珊的马斯达克是上界高级的。我真正唔知要讲啥，来感激你。对你有帮助就好啊，剩下拢唔免阁讲。慧文，无怪你讲到这么有把握，多谢你。安尼好，有甲大家挨杀一个啊，吼！啊，咱即马倒转来正队，这摆比赛是由我来做裁判，以料理中。上界重要的食材米来做表演的材料，所以林中峰弄到阿哩三工来做出三种甲米食有关系的料理，然后再来分胜负。有啥物意见无？我无意见，我嘛无意见。既然无意见，
我是这摆的裁判，所以恁都爱遵守我的规定。在比赛三天中，恁所爱用的米，完全由我来保管。这是为了公平起见，在比赛中则对我家来发出去。有意见吗？我无问题，我嘛无问题。有事，那安尼先，我即马正式宣布，咱今仔日这场比赛即只正式开始。石头上，车子，哎，加油！你马上给搞好你啊！你拢准备好？是。你的离婚品，多少？你的阳光品，多少？咱今仔日的比赛正式始まりましょう。今仔日一步，其实这回这输赢对我来讲并无重要。我要紧的是你心肝内感受。我希望你能等在我身躯边，做我一个乖囝。我来你无，我过去对你的亏欠，卖产生我过去打算的亲情，永远都找袂回来。时间到，いただきます。你嘛是大家，你真是骗着啊！真，是大家讲的啊。我有实在来哦。当然嘛有啊，若不是你的汤，哪会当看出这碗饭有偌好食？
既然所在乌鸦骨洞，你感觉安怎？讲实在的，这是我看过上赞乌鸦骨洞，是卖讲伊的口感、伊的色，也较有嫩，材料拄啊好，佮加上迄个香气，真正是配合真完美。也毋过，我感觉加油煮的较好食。加油！这边和你出来比赛，唔知是对还是唔对。因为就算是我出来比，游击馆嘛是我的对手。马斯塔克无洗，用漆的来保持伊的原味，再佫用炭火甲含有七分熟，然后再甲铺放喺饭的顶头，将饭挂甲盖的浸两分钟以后，用饭的热度甲马斯塔克吸甲熟为止。因为安尼是，所以马斯塔克伊即个特别的香味，就当完全的出味，香气有掌握着。热度完了，准则较好势好势。那是这个炊饭的汤底哦，是用五种谷类落去炖出来，气味配合了真好。只不过我加一点仔姜母落去做配合，这原来是一个东门的功夫哦。听我掺姜母，你也知哦。当然，我想你是惊的讲，你香菇的味伤过重。伊阿吉马斯塔吉泡面，啊，所以你唔是干那加姜母尔，你还佫有用昆布落去空过汤，加落去甲透好煲。昆布是啥？昆布。哦，昆布。但是当然，这个配合非常的完美啦。我咧想，这原来是你完成这个汤底所用的米干吼。沙叔即讲，感谢你。即马吼已经无面夹个啦，你都讲出来啊！种吼，你拢是徛了我后壁咧看困汤哟，啊！请你对阮先生讲话，放较尊重一寡。大伯吼，你都讲较对啊。耶，马斯塔克国行，本当に美味しい。Yes。日本的長野県，空氣甲水質攏是日本一流的。當然，長野県會使講是日本上界長壽的一個縣市。佇當地鳳山土瓜啊，每一工攏是食天然的野草、玉蜀黍，啊甲麥芽類的物件，所以遐的土瓜啊，身體攏真健康，肉質肉感攏非常的好。既然你是用南洋县的鸡吧？嗨，先生。尼亚达县底下土生的凤仙鸡，有坚持一个原则啦，就是伊爱鸡上最敢来当回生六十粒卵。上界可贵的是讲，这是日本会使讲上界高级的鸡卵，伊自古早都是由日本人。甲当作是助元气的一种营养食品，所以这对压力大的人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营养食品。福盖岛的塔马内伊是当年拢伫雪水内面成长的，所以伊青菜接骨多，香味完了十足，再佫加上几碗东门的这个酱汁落去配合，落去混合，这三种食材。确实配合了真好，大家拢感觉讲志愿做这乌鸦骨洞，敢那真好做。但是有去掌握到一个重点，伊掌握到这个料理的一个融合度。大家敢知影乌鸦骨洞这个意义是啥物？乌鸦骨洞其实听名就知影，无管是白仔囝也好，
母仔囝也好，这就是咧表示亲子之间的这个密切的关系。所以讲，用鸡肉一定都要配两只，用鱼肉一定来配鱼卵，再过来青菜甲饭，加上调配鸡的这个酱汁，落去做配合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调和，就是要大家每一嘴拢吃到这个食材的特色，而且每一样食材互相拢袂去压着味，拢袂去抢着风头，这个配合非常的完美，就敢那一个和谐的家庭同款。只愿做酒楼也阁当我食，我有去吃到一份亲切感，一份温暖的感觉。这确实是一个真完美的组合。多谢先生的指教。安尼，故事原来已经讲完了。老实讲，今仔日恁两方面表现非常的圆满，但是我伫遮一定爱予恁分一个胜负。今仔日这场比赛，我判定。七万的威亚克洞，卡子。嗨，什么意思？到底像哑了？哎，你拄只吼，砍布啊，规大拖啦，吼，结果呢，伊赢。哎，笑崩了，是讲是。咱的这饭哦，主要和你家庭无幸福，而讲啊，我用的材料和你无满意哈，你甲解释一下。等，上书记讲，爱有风度啦，爱风度。其实我拄才有讲过，两方面拢有相当的表现，非常的好。但是志愿所用的米特别好，有甜甘的滋味。口感够好，香气原来有够，连都是加油这边所选用的米，感觉上较软软，而且有泡泡的感觉，香气也有较差些。所以我判定，今仔日是志愿胜利。加油，小姐！卖遐尼唔甘愿，才第一天尔，也阁有两场比赛。先生，来干倒！加油！人是只有，明仔载还阁有机会。加油！袂啦，我袂这么简单。都是几零数的，游志远，你讲啊，明仔载要比啥？明仔载比年纪哩，请你将材料记好。这五种鱼是：卡子奥、西马吉、蛤蟆吉、西奇沙巴、西拉米卡瓦，侬记清楚啊！哈，记好啊！好。那呢，马就讲这个时间，暗时八点，恁到这个所在。先生，过去。加油！我再讲一摆，明仔还阁有机会。想做鬼呀！
我煞有一点点欢喜的感觉。我毋是足期待我的赢，是安怎我即晚煞笑袂出？志愿做酒呢，我也够当我食。我有去食到一份亲切感，一份温暖的感觉，都敢那一个和谐的家庭感觉。我在我也够当，竟然让先生食出家庭温暖的感觉。这哪有可能？我是一个爸爸袂记的囡仔，我厝内底人袂记的囡仔，我做出来料理，哪有可能有家庭温暖的感觉？无可能。我叫你我绝对无可能原谅，我绝对无可能原谅伊，我无可能原谅伊。我无可能原谅。输一场比赛尔，大家莫艰苦啦，好好检讨一下就好啊。对啦，头一场比赛已经输去啊，接下来两场比赛就真正袂当有任何失格差。这嘛关系到余伟武的名声，而且加油，你莫有家己受大压力。比赛对手愈强吼，比赛愈有意思啊，你有信心吗？是啊，加油！咱余伟武就是用心做料理，啊，心情若无好，做料理哪会好食，哪会赢？奇怪，有阿强哥哥甲新的哥哥斗三工，啊，佫有白汤，哪有可能会输啦？就是啊，这问题哦，到底出在倒位哈？我讲的汤哦，以前拢是一定赢，从来冇输过。参沙都常都讲哦，我的汤头够味。我袂压着这个主家的光彩。沙德山讲加油的饭口感较差，杨志远的较好食。敢讲问题出在米顶头？对，一定是安尼啦。我对家己有信心，而且哦，加油松阳哦，嘛处理甲真适当啊，所以唯一的可能哦，就是米嘛。兄弟啊，敢会是恁阿舅吼，伊变鬼变怪啊？对啦。伊合理的是哦，阳光米啦，也毋过是顶年的。无可能，我阿舅上讨厌安尼公主不分，而且是志愿开嘴家讨米的，伊绝对无可能安尼做。阿哥，若真正是米出问题，就较麻烦。因为三项比赛的主角拢是米，米若是无好，其他的食材用搁较好诶，嘛是无路用。啊，即卖米拢伫咧扫帚上遐，咱嘛根本无法度了解。你的问题到底在倒？我是相信我阿舅，我阿舅伊绝对无可能摕家己的名声来讲算账。阿哥若是因为清净，就绝对有可能。阿舅甲尤志远的关系无好，我伫卡伊是想要利用这边的机会，挑工拍歹伊家己的名声，我也惊伊啊，用这个方法来弥补伊甲尤志远的关系，这嘛毋是无可能的代志啊。要有一个可能，
就是哦，伊的米哦，都无按参像外口讲遮尼好啦，无规气安尼啦，咱就换一间啦。啊，不过米拢已经交予沙多桑啊，根本就袂当换，咱也是想其他的办法继续加油啊。咱要加油，而且要做到万无一失。加油，你有啥打算？无论安怎，米已经是无法度改变啊，咱都要先把迄五尾鱼仔找着。也毋过即摆屏幕伊哦，无着时也少歹抓的。我咧疑似吼，都种罕见。那咧，咱去打电话联络看卖啊，看有啥物所在咧卖这款鱼，咱先家己注文啊。加油！你打电话给李老板，伊是专门抓种鱼的。好。哎，这届哦，要较谨慎的吼。阮五个师兄弟哦，一向拢是第一名，唔捌遮尔倒亏啦哦。卖讲吼，到恁家的团人哦，恁都乌白来哦，下外面住哦。阿伯，你放心啦，阮阿强哥哥甲加油姐姐，伊一定会赢的。你是好人啊，天公伯一定会甲伊保庇的。哎呦，你那只戆啦官，就是好人哦，才无一定会赢啊。因为哦，歹人会用傲步，好人袂用傲步。多谢。加油！啊，李老板哪讲？伊讲，迄阵透早六点会转来。加油！你较细意的，咱需要比目鱼、油鲫鱼嘛，同款需要，所以我一定要比伊先到鱼港。我即马就来遐等。对，规气哦，将规鱼船鱼货啊，咱甲包来，为虾米拢找袂着？看伊要安比赛。我知影。嗯。加油！加油！鱼港风头跟钱钱两分啊！加油！今日遐尼早来，我都唔信，我阁买袂着鱼啊！我拄只在伫想咧，是倒一个查某囡仔吼，安尼三更半暝唔困，伫只甚海风啊？原来是你哦、喔。嗯，我甲你讲哦、喔，今日是我新教的，这个鱼啊，我一定要滴。谁在你啊？你若是有材料，做你摕去啦。为了我这个人哦、喔，上有绅士风度啊。你有绅士风度哦、喔。嗯。就算你无认同嘛，无要紧啊。规日你这个人嘛，不是什么淑女嘛。喂！卖这么紧就想要证明我拄才讲的话是正确的哦。你，对啦，拄才你讲你是为了鱼仔来，啊，拄好我嘛是呢。这三更半暝来鱼港等渔船的人无偌济哦，那恁咱两个人敢算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？你慢慢等啊！现在才半暝呢，啊，这渔船哦，啊，差不多天光才会到，一个几个点钟呢，才才看。归去咱找一个所在，我请林嘉宾。你好呀，你有钱我嘛有钱啊，那倒你请。好啊，那你就给你请。有什么我要请，嘛会请你的。对吼、哦，啊，你这么巧，搁这么歹斗阵，我关两句就惊你啊。好啦，好啦，那我请。今日买你要较远了，笑。
你到底想要创啥？你不是讲内鬼就惊我，到底来要创啥？念哥，我嘛袂记得你讲啊，我这个人哦，上介意挑战啊。你真的？而且哦，这天气这么寒，参照咱的外滩外滩，佫袂歹呢。你不感觉？今麦真正较袂寒呢。酒楼愈来，免挂伊，请你放心，我的阿母。虽然是孤单一个，虽然是孤单一个，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圣都。不过我是真勇敢的，妈妈请你呀啊保重。若想起故乡，目屎就流落来。你就惨了，免挂意，请你放心，我的阿母。虽然是孤单一个，虽然是孤单一个，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圣都。不过我是真勇敢的，妈妈请你呀。第一公啊，是吃荤素公嘛？第二公啊，是弄旧烧饭啊。第三公啊，是选举运动啊。第四公啊，是食槟榔讨红红啊。第五公是娶查某扇东风啊。拢毋知即个少年人咧想啥。啊，三更半暝哦，寒到死时阵，倒来遮谈恋爱。哎、欸，你误会啊啦，我毋是伊个女朋友啊。哎、欸。喂！哎呦，算算去啦！伊要相信你啦，啊本来就是啊，啊亲像你这样子扯的查某囡仔哦，有男朋友以外，谁会找？喂！我跟你讲哦，我真正不是伊女朋友，我是来当渔船的啦。我讲真实，我真正不是伊女朋友，啊若无，拄则我就跟伊去啉咖啡啊。你来解释清楚去啦！哎呦，啊你个也无熟识啊，是要解释啥啦？啊，反正我都唔是你女朋友啊。啊，不你是啥？我。小姐，你一定是站出去吼，所以哦，超过要家己干无，通我来投篮比赛。哎呀，这可欲见嘛，我知的，查某囡仔想要比这出来。
你有白讲，我唔是这款人啊。我哪有白讲，这就真明显啊。那不是天气这么寒，你是安敢穿安尼？我看起就是安尼啊。真正无必穿，无必穿。你无必穿。照我的感觉啊，即摆温度差不多敢七八度尔，但是看寒一寡，就会当落雪安尼。你小姑无转来哦？台湾变落雪啦。所以我拄则有讲啊，搁差七八度啊，搁来加上海风甲湿气哦，所以讲这透早的温度是上低啦。我你真正叫是讲我是为你提醒讲嘛，也是叫是讲我这外套是专工穿来要借你。你这人真讨厌，啊那我恨你啊！哎，我知影啦，你一定唔甘啦，你哦一定偷偷你介意我。好。哎，你们两个去找水哦，你莫袂记安尼，这半人水哦，就介意对方的意思啊。你已经帮我三摆的水啊！伊对我的暗示哦，已经真明显了。你莫叫是无水，我都袂当对付你啊！你给我等呢！哎，你即摆愈来愈明显啊！你即摆就想要打拍吊箱哦，让我照顾我一世人。阿健有评语无？你应该是杨先生啊。是，我是。哦，啊，你遐早就伫遮咧等啊？是啊，今天有评语。有啦，你足好运的呢，我拄抓着一尾啦。我袂滴啊，头家，我为着即尾评语，我伫遮等几暝啊呢。真歹势，即只渔船啊，鱼虾全部杨先生包去啊。啊，哪有可能啦？昨昏我明明敲电话来啊！我三暝伫船顶，公司有拍电话通知我，讲有一位杨先生，伊甲这只渔船啊，迄个全部登去呢。所以周小姐，真实的，我后摆若搁抓到，我第一个通知你的哈。哎，头家，你这头家。哎，小姐，多谢你留伫遐陪我几暝呢。那是无你哦，我阁真正感觉足无聊的。你搞会记？哎呦，讲，你想办法。我，小东想我朋友去送给你带礼物。伊遐拢被俘，阿贤啊，哦，你先别着急，我来想办法，哈。阿强，发生啥物代志？大家讲吼，迄渔网互杨志华买走啦，啊，啥物拢被俘诶。啊，昨昏比赛已经输啊，今仔搁输吼，都无机会啊。那恁今仔要安怎？我先敲电话，我信兄信弟，大家斗阵说啦，我去伊身边一撮。啊，我甲你做伙去。
来来来，啊，早顿传统啊，食食啊出去。爸，我无时间啦，我即摆赶要出门。啊，都什么代志安尼遐赶啦？哟，啊，昨比赛比了呢？昨是我同阿伯父甲你讲，比赛结果由我输去，不要遐赢啦。所以，阮真重视今仔日的比赛啊。若是今仔比赛阁输去，沙岛上就有可能甲由我乌沙来切荣誉收转去。上海是拄只阿强打电话来讲，家要对战的拄伫鱼港等渔船转来。结果几只船的渔货早都变啊成定去。今仔日若是我等无伊，这场比赛就等于免比啊。第一场比赛家要输去，伊身躯内已经真自责。啊，若是阁出状况，去拍歹着渔尾乌的名声，家要个性这么强。一定无法度原谅家己，所以阮即摆要赶紧来附近的市场替家己找鱼啊！安尼过去咧，我啊车开咧，来去鱼港那边找，吼，分头去进行啦。好，行行行。亚芳，阿强，安怎有找到无？无呢。你是要安怎啊？到即马一尾鱼拢还袂找到。亚芳，咱去大池仔找看卖，反正够有当找到。行。